那边那边靠边停吧，前面就是你看到 有一群车子停的。有，我看到。桃桃 ，cute， 好可爱哦。好可爱哦啊！拜拜。你看这个，对，这是什么？装狗大便。装狗狗的袋袋啊。嗯。我这边。然后你看，狗跟狗有关的排泄物的用品，然后这是跟人有关的。这边这个卡梅尔镇对那个狗狗都超级友善，到处看得到那个就是给狗狗喝水的那个水盆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我们住家附近有一个 plaza， 我们在这边吃早午餐，然后就要开车往 Big Sur， 然后再到 Damnation Sofan。对，这是今天的行程，所以今天大概有半天的时间在开车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去吃早午餐啦。今天来不及起来化妆。早餐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去往 Big Sur 的路上。现在在 Big Sur 的附近路边停靠，那个路边停靠的小屋都很可爱。好，结束了。一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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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
我们呢现在在 laundry， 我们自己跑来洗衣服，因为我只带三套，就不想带太多东西。然后我已经没内裤穿了，所以我们就今天一定要洗。然后等一下才要去吃饭，现在中午，现在超热，越接近 LA 越饿，不，越接近洛杉矶越热。而且我最近就是这边整片被晒伤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就是超有名的经典松饼店啊，怎么嘞？这边的街都打折了。我等一下想吃 bakery，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。它果酱是这个，它不是那种，就是那种一小包一小包的。我吃过最好吃的松饼，超好吃的。真的博物馆呢？它下面是书店，然后楼上是博物馆。